稍微再收的小一点点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里面的颜色也就稍微，这笔刷要重新克隆了，奥特绿，把那个颜色吸一下，我们给更艳一点的颜色，让它，太深了，怎么会那么深呢？啊，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就要做里面的花蕊啊。花蕊的话是这种小的，我们可以给在这儿。这缩小了。再缩小。OK。打这个吧，打开这个。兄弟，你在哪？兄弟，哎，兄弟，你不见了。是这个吗？感觉有点不太像。这头是不错，辛苦老师。哎，还好吧，还好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用一个嫩嫩的黄色给它稍微画一下。然后，我们看保存一下，Ctrl S，我有点虚了啊。哦，我天呐，头像吧。大家的聊天内容。好，这边还是用 Ctrl，对，我也吓了一跳。然后这边是 Ctrl，不用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先稍微的调整一下，然后再按一下 Ctrl，我们两个的复制，再调一下。再按 Ctrl，我们再复制一遍。啊，这样的话它就很多东西，对吧？乱七八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 Move Top Logic 这个笔刷，我们侧面给它稍微随便的整一下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成功了。然后把这个合并到底下的。这个相对我们之前的这个代理啊，好像有点厚了，我们稍微给它挤得小一点，然后缩放一下，48分，50分啊，50分，50分，我说要差不多就11:30啊。哎，吓死！头顶开花，有点眼睛有点酸。眼睛好酸呐！工艺课嘛，那就做彻底一点，对吧？删除。
再来一个小一点点。好了，然后做这个钗子，这个钗子，看下来这个钗子上面两根，下面三根，有点怪。我找了个这个，我们就做这几根吧，或者只做这一根，复制一下出来也是可以的。用这个吧。差不多是这个比例。两根筷子，一根叉，什么意思？dynamic 试一下吧。没事，删除低级 dynamics。好，然后这个 A，有点眼睛的疲劳啊，所以说有点想偷懒。一般来说，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上个厕所、尿个尿啊之类的，但是我并没有那么。而且，之前还很，就是还翻了车，所以心情也就不是特别的高涨。那么，我们就尽量的、赶紧的把它完成掉，或者说，让。大家看不舒服，不爽，就是累了，就早点去休息啊。一会儿我们就直接会进入到引擎的一个渲染当中，所以我们就做完了。我这不很喜欢黄色的装备啊，包括金属的这种东西啊，我不是很喜欢。我觉得土土的，不知道为啥，是我有问题吗？这个颜色吧，休息一下。我希望大家能够，还是看完我这个做的东西，然后，能够学到。就是学到一些东西啊，因为大家也是花了时间来看的。那么我尽量在休息，后面也能休息吧，对吧？尽量给他拒绝土豪金。我也尽量让他完成度高一点吧，因为。大家也是花时间来看的，尤其好多，之前还翻了车，就心里就更过意不去了。有点累，克服一下，克服一下。大家可以没事活动活动，然后动一动，反正。反正车翻都翻过了嘛，删除低级玩什么？老是把原画设定有 3D 画有什么需要什么取舍？初步的阶段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还原原画。到中期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思路和想法了，那就不是。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了，这个要通过
日常的一个理解啊。夹耳朵了，夹了吗？没有啊。调整一下，让它不要夹耳朵。弧线大一点，不要怕，是模型。感觉还是晚上人少一点的时候，网络会稳定一点。我再也不想吃泡面了，泡面病毒吗？你是因为？就藏一下吧。好，然后我们透视做完了，11点钟，然后半个小时里面把布纹给它搞一下，就基本上差不太多了。做不了太细，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是直播课。对一下比例，小嘴，小下巴，底下的这个上下巴不能太重，是吧？smooth 一下，好像有点点问题。我们 smooth 的时候，把那个下颌骨的那个这条棱呢，给它做软了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开始细化了啊，头饰什么的都有了，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去细化它。小孩的下巴太尖了，好，然后，脸再小一点点，脖子要再细一点点。微调，微调，然后吸一下。我们把眼睛的颜色，我们把这个脸的颜色再稍微的搞一下，我们需要给它一点点的眼影，一点点的眼影啊。他小孩不能太重，对吧？但也不能是没有。头抬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用抬头。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东西，这个底下的领子一夹，应该就差不太多了啊。
不是让自学看视频1个小时？啊，你是说弹差点就上当了，就念出来了，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不太好评论别人。嗯。头发的颜色并不是，就是说那个啊，我们后期进了引擎，各种调，不碍事儿。好，嗯。头抬一下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小耳朵有点。大的出来的过分，我们让它小小的就可以了，嗯，可爱一点，Q 一点，嗯，之后的就交给衣服吧。这个直一点儿。短一点点，有点点太长了。出来一点点，它还是遮住耳朵蛮多的。我们这边做的不是没有它那么厚，就会效果不一样。眼窝不做吗？哦，对呀，稍等。稍微是要做的啊，我们不要被那个稍微做一点。我其实之前是做了的哦，但是有一点点浅，我们稍微再多做一点点，是有一点点浅的哦。这个眼窝还是挺致命的。果然大神还是有的。衣服不着急啊，我们能做完的。我已经看到了，能做啊，11点了。那么我们要开始了啊，开始做衣服啊。外轮廓，注意，对吧？三根不要一样，也不要平行。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就，哎，其实那个北欧女神，我如果做的话，应该会比这个快一点。这个装备还蛮多的，那北欧女神没什么装备啊。除了是头发，就是头发。比如女生哪天，哎，不过既然大家都喜欢一，那我就也二就不做了。本来，好，那我们开始做衣服了啊。首先从这个腰带开始做起吧。升一下级，哦，这里面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样，我们用这个笔刷，然后选中面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删除，把这些面都删掉。其实可以点一下删除三角面，所有三角面。好，然后我们用 Q Mesh。给它，哎，所有多边形给它挤出一个厚度，所有多边形，我们给它挤出一个厚度，然后我们在选中边的一个模式下，
选一个折边，点一下这儿。哎，我们选择环多边形环，点一下。哎，难道不是多边形环？这样子点一下，这儿点一下，这儿点一下，这儿点一下。OK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升级了，这个模型就不会。把衣服删掉，这模型就它就直接就二是什么意思？可以了，做衣服吧啊。我们把这个腰做的跟稍微的就是挺拔一点啊，虽然是小孩儿。但是它是一个和服一样的东西，雕刻的时候还是要用这种笔刷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 Ctrl 把背面这张关掉。我们用笔刷的方式，我们它这个比较复杂啊，我们考虑一下做这个吧，这个或者时间关系吧，我们就做到哪是哪了啊，就到时候整一个拔河和那个的效果就混一混吧。做太晚，大家明天第二天上班，我是无所谓，我每天到三四点。这个有点太厚了，我们把这个删掉，然后0.01就可以了。我怎么给搞不出来啊？多边形组吧。删除，拆分隐藏，哎呀，可以了，其他的隐藏的删掉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还年轻，还年轻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稍微 smooth 一下。还是用 zero mesh 吧。然后我们把折边也是一样弄一下，选中这边的 C modeler，然后用折边工具，我们把这边折一下，这边也折一下，把底下的也是折一下。这个比较快速啊，对，在做自己作品的时候，还挺方便的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把稍微拉进去一点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叠压的一个效果，对吧？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翻折，布料就时间不够了，哎，开对称吧，啊，开不对称吧。剩余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就是就看不见了啊。我们在这边给它加一根绳儿。
哎，图呢？加一根绳子。老是睡这么晚，难道还要干嘛？熬夜对身体不好，直接痛。起来搞点模型做做吧，这个是最近我被反复洗脑的一句话。老师硬撑啊，哈哈，感觉你已经很累了，以后公开课，哎呀，这个还不是怕担心大家第二天影响工作嘛？那我这边累一个人，你们这儿在线还有500多呢。不太好，算了，还是忍一忍吧，忍一忍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冻结细分吧。然后这个，我看看要不要刷一些褶皱啊？稍微来点。然后冻结细分吧。哎，我操！这边我们要介绍第二个笔刷，桌面也是 SK 的啊，那个我们找一下 SK 的 Rebon，直接给一个蝴蝶结，哈哈，就不会尴尬了。女朋友？没有，我小孩儿。1岁多一点，没，女朋友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边稍微对吧？你了解了这些步骤啊？当然步骤的话，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能讲得通的啊。那个，所以。我们把它做一些翻，做一些翻折。布料我的课里也会有讲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布料最重要的其实是外轮廓那个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以后可以单独开一节布料的公开课，让大家雕布料的时候都能够知道怎么去做，因为布料你说古希腊这种。布料，人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布料呢？它一定是有道理的。好看的布料可以很好看。你虽然现在你可以看我随便搞搞两下就出来，但是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试试就试试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。简单配个色吧，我准备跟这个外套稍微呼应一点儿。再蓝一点，饱和度再低一点。差不多是这个颜色，这个。OTL6，好，我们把这个涂一下，涂一下。涂一涂，涂一涂。好，然后的话，我们因为这个是金边的，所以说我们准备这个也稍微的，因为头帽子这个东西也是金的嘛，所以说我们稍微再黄一点点，
再晃一点点，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就一样的，这个用这个颜色，对吧？好像要再红一点点，再红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已经乱嗨了，乱嗨了，不管它了。审美怎么提升？每天早上不要去刷微博，不要去看朋友圈。每天早上少拿那种实时的新闻来充斥大脑，因为新闻对你来说中午也能看，早上检查文件啊什么的，眼睛最敏锐的时候就是早上，你把这时间全部都去刷微博、刷朋友圈，那肯定是，对，逛 A 站，我的群天天，他们知道我上班就是准点开始发 A 站的图，有时候觉得也挺打扰人家的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几点了？1刻，开始做衣服，衣服就简单了。